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职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新赛季 NBA 开打一个月的时间，东西部都诞生了很多黑马。西部森林狼和雷霆领跑，他们的生存法则就是强悍的防守、高效的投射效率以及完美的阵容框架。东部凯尔特人身后是魔术、雄鹿、76人三支球队并驾齐驱，但实话实说，东部竞争力最强的球队不在前四，凯尔特人阵容厚度不够，魔术黑马成色不足，雄鹿没有防守下限，76人没有上限。其实热火只要拿到一张季后赛门票，他们还是东部最强的球队。今年夏天西部几支争冠球队都在努力补强，太阳重组三巨头，但比尔因伤病问题真指望不上，勇士阵容本身就存在年龄和身高短板，库里身边还没有稳定得分点，洛杉矶双雄、快船是四个巨头没水吃，乔治打得自私，哈登不知道该如何施展自己最大能量，或者说如今的哈登就已经是这个水平，场均14分6助攻4.6篮板。而哈登交易中离开的考文顿和巴图姆让快船锋线实力大减，卡乔组合要在防守端承担更多压力。至于湖人最有趣，开局10胜8负，排名西部第八，这个成绩相比于勇士、快船不算差，但湖人却是争冠上限最低的那个。湖人休赛期连续签下文森特、普林斯、泰斯、雷迪神、伍德，又保留了上赛季打进西决的框架，续约里夫斯、阿村磊、亚塞尔。简单来说，湖人相比上赛季大幅提升阵容深度，有一定下限保证。但湖人的上限在哪？即将年满39岁的詹姆斯，本赛季场均依旧送出25.1分、7.5篮板、6.5助攻，两项命中率56%加39%，这不算差了。此外，詹姆斯百回合净效率之5.3，也是湖人队内最高的。湖人本赛季的常态是，詹姆斯在首发阵容，只要他一下场，球队就输分。他往往在衔接段带着替补追分。已经30岁的浓眉，本赛季场均21.8分、12.1篮板、2.8盖帽，其中篮板联盟第三，盖帽联盟第二。浓眉一定是湖人防守端表现最好的球员，没有之一。西部其他争冠球队，掘金有约基奇和穆雷，独行侠有东沃组合，太阳有布克、杜兰特、布克三巨头，快船有四巨头，勇士再不济，库里身边也是一个王带四个二。而湖人呢？首先，湖人本赛季遭遇的伤病问题成为前进的最大拖累。范德比尔特长时间休战，雷迪神腹股沟伤势，巴村磊头部伤势，文森特膝盖积液，能防的都伤了。其次，浓眉进攻端的表现出奇的差，已经降到夺冠后第一个赛季的水平。那个赛季只打了36场比赛，频繁受伤。浓眉本赛季基本是爆发一场低迷一场。面对国王，在萨博尼斯面前只拿到9分；面对开拓者，在艾顿面前19中8，只拿到16分；甚至面对独行侠，也只有10中4，拿到10分而已。而像打魔术轰下的28分，大气势轰下的32分，相对比较少见。浓眉的问题其实不在他自己身上。从来到湖人，浓眉就想打4号位，可是从沃格尔到哈姆根本不听。浓眉他面对顶级内线就是很难单防，湖人只能收缩夹击，只要对方外线打开，湖人就被打花了。44分崩盘溃败76人，就是如此。恩比德犹如一面大墙，三节轰下30分、11篮板、11助攻。为什么浓眉不能打4号位？因为詹姆斯已经39岁了，他只能在相对体能和速度要求没那么高的4号位。他如果去3号位追人拼速度，詹姆斯会累倒，顶不住。当然，湖人还有一个管理层的操作问题，伍德也好，海斯也罢，都不是高大内线。当浓眉和伍德在场时，伍德却篮下对位，对方中锋根本不管伍德。你浓眉哪怕打控球后卫，我也要对上你。别尔到零，和火箭第一场比赛，浓眉不在，湖人34分爆冷惨败。哈姆反而让詹姆斯去打小前锋，对位迪隆布鲁克斯，而那场老战13中7，只拿到18分、6篮板，不断背上对抗，打了27分钟就下场休息，因为比赛被打花了。浓眉的理想在场条件是隆多式的控场，组织输送炮弹，身边有一个高大中锋内线护框参与对抗，他由于在3秒区周围伺机而动。而詹姆斯的理想在场条件，随着年龄增加，4号未来当持球大核心，身边要有机动性强加、能跑能跳能投的外线球员，同时内线不要有人堵空间。哪怕詹姆斯年轻5岁，或许詹姆斯和浓眉都能和谐共存，但如今詹姆斯和浓眉就是格格不入。浓眉缺乏策应和组织，面对包夹处理球能力不好，加上失去了投射，必须喂到嘴边才行，往往对方一上对抗强度他就消失了。那这支湖人的上限在呢？全联盟30支球队
其他29支球队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总能彼此适应，哪怕卡掉双锋线组合也能让乔治去控场组织。可是浓眉几年都不适应内线，加上詹姆斯年纪增加被锁死在四号位，湖人想做出改变都不行。随着伤员回归，湖人战绩会有所提升，但以詹姆的属性要和总冠军说再见了。然后另外一边，勇士目前8胜9负，排名西部第10。 ESPN 的跟队记者 Kendra Andrews 撰文揭秘了勇士的艰难处境。由于之前未对追梦达普尔做出处罚，勇士已失去了处罚这位老将的底气。另外，勇士内部对维金斯本赛季的身体状态感到恼火，而以下问题可能会决定勇士2023-24赛季的上限。勇士前八场的进攻效率排名第10，但过去九场却跌至第25位。他们过去九场2胜7负，其中包括6连败。库里因右膝扭伤缺席了其中2场比赛，追梦因锁喉戈贝尔被禁赛5场。上赛季的季前赛，追梦对前队友普尔的一拳破坏了勇士的化学反应。科尔后来承认，球队从未真正从这一事件中恢复过来。这一次追梦锁喉戈贝尔，科尔最初为他辩解，但第二天就发表了尖锐的批评，称其不可原谅，并补充表示球队必须想出办法确保追梦不会再次越线。球队消息人士告诉 ESPN， 格林最近的一次禁赛可能不会破坏本赛季，但在连败和库里缺席的情况下，这次禁赛来得不合时宜。一位联盟消息人士告诉 ESPN， 无论格林做什么，勇士队都会支持他。而另一位球队消息人士则告诉 ESPN， 由于未能追究格林殴打普尔的责任，勇士队失去了这次对他进行纪律处分的底气。格林已经就戈贝尔事件向他的球队道歉，每个人都接受了道歉，勇士队愿意和格林签下一份为期4年、价值1亿美元的续约合同，因为他仍然是球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防守方面。在过去的两个赛季中，这位8次入选最佳防守阵容的球员作为最近的防守者，将对手的投篮命中率控制在 41.6%， 这是156名至少防守700次投篮的球员里最好的表现。但一位球队消息人士表示，一旦格林不再是一名有效率的球员，勇士的这种容忍度可能就会耗尽，所以会有阵容上的一些调整。当然，这也许不会是这个赛季的事，也不会改变格林对待比赛的方式。我打篮球的方式让我来到了这里，格林之前说道，那是他自定赛以来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我打篮球的方式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成功，无论是个人还是团队的角度，所以我将永远做我自己。在本月早些时候因伤缺阵前，库里是 MVP 的有力竞争者，当时勇士5胜1负开局，前4场客场全胜，部分原因在于库里的三分表现火热，他在前15场比赛投中80个3分球，历史上排名第2，仅次于他在2021-22赛季开季前15场的85个3分。胜利可以治愈一切，我们当时打得不太好，老实说，我们不再是那支可以在任何特定的夜晚都表现出色的球队，一位球队消息人士说道。球队越来越依赖保罗带领的第二阵容，当保罗在场时，勇士百回合赢对手 4.5分，而当他不在场时，勇士百回合输给对手 6.5分。库里本赛季为数不多做得不好的地方是助攻失误比，而这恰恰是保罗的优势。前17场比赛，保罗送出131次助攻，只有20次失误，助攻失误比排在联盟第3。保罗在场时，勇士的失误率是 13.1%， 是联盟第5的水准，而他不在场时，勇士的失误率是 17%， 是联盟第29的水准。保罗还能帮库里和汤普森变得更高效，当三人同场时，勇士百回合能得到 123.4 分，在西部一起出场超过150分钟的三人组里排名前5。另外，勇士队早期的挣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汤普森和维金斯缺乏进攻能力，两位首发球员都曾找到自己的节奏，比如维金斯在11月19日对阵雷霆队的比赛中拿下31分，汤普森在对阵火箭和太阳的比赛中连续得分20加。科尔多次表示，赛季末成为自由球员的汤普森是出了名的慢热球员，但汤普森本赛季开局的低迷感觉有所不同。消息人士告诉 ESPN， 他的合同谈判给他带来了压力，而且他在比赛中似乎明显更加沮丧，有时在暂停期间他会一个人坐在替补席的末端，或者在投篮不好后拍打自己的头。在之前战胜马刺队的上半场比赛结束时，汤普森在第二次个人犯规后沮丧地扔毛巾，然后在半场结束前离开球场回到更衣室。虽然汤普森在过去3场比赛中有2场得分至少达到20分，但他在新赛季开始后连续13场比赛得分低于20分，这是他自新秀年以来最长的记录。尽管他本赛季的接球就投三分出手数排名前5，但根据 Second Spectrum 的数据，他在出手至少70次的26名球员中，投篮命中率 35.6% 排名倒数第5，
至于维金斯，消息人士告诉 ESPN， 上赛季因个人问题未公开而缺席两个月后，他在夏天没有花必要的时间在本赛季之前恢复状态。一位球队消息人士补充说，他的身体状况不佳让球队内部的一些人感到恼火。根据 Second Spectrum 的数据，维金斯的有效投篮命中率在至少出手75次的球员中排名垫底，罚球命中率在这些球员中排名倒数第二。金领现役掘金队前锋戈登有什么利好的数据吗？他的上篮和扣篮命中率为 69%， 高于联盟平均水平 65%。 尽管如此，勇士队仍试图对这两名球员保持耐心，主要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如果到那时汤普森还没有摆脱问题，而维金斯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来维护他的内线地位，那么调整可能就会摆在桌面上。